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北。Under the bus while the bus still moving, how you gonna stop the beat for my rap? 聊一个过气的东西，好啊。有什么看法？有没台发？有没台发？有点刺眼，说实话。太高级了，这个漆皮。没人买，店员告诉我，最后一双让我买了。感觉反正它做工，还有像这个这些五金啊，都很好。这个不是那个什么 BCI 的吗？什么 BCI？ 找个地方，因为刚刚也太吵了，我们找个地方稍微吹吹水。三二一 ，Go！ 有什么看法 ？Bape 现在这个鞋 Bape Star 有点回流哦。很复古啊，很 OG 啊。你中意五码？但我中意这个，但我中意嗰个咩咩Decay 的。中旗啊 ，Decay 冇睇啊 ，Decay 你冇睇啊，龙旗我都中意。要买东西吗？买不起，有点帅哦。低配 Beans 的表，好耐啦，好旧的鞋啊，俾大家睇下个全身照，冇丑啊，他不愿意给大家看全身照。Bape 以前在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是。也不算神奇啦，但以前就个个都穿咯。确实，在帝王的时候，哇，帝王，哇，那些 A 货多到你啊！然后每次买个 Bape 就觉得很兴奋啊。然后这对 Bape 就真的是很复古啊。来尝一下，试吃一下豆，来了香的。好，谢谢。冰一点会更好喝，如果你想加冰可以来找我。好，谢谢。养生啊。好大声的音乐，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哦。那挺好的。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？从重庆过来的。好，什么时候回去？就今天，明天早上回去。养水。见人还挺多啊，就叫什么那个挡不住大家的热情。小型咖啡节我们很少去，其实。啊，其实上次天湾开了一个，下次可以多参加。喂，在干嘛你？我在拍照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这边这家店，感觉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。对，因为他们今天是这个村上龙跟这巴黎水的一个联名快闪。对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东西喝哦。据说有一辆车会开过来。车？对。然后刚才小哥说平时都很准时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。晚了一休息哦，晚了休息了，晚了休息，起了休息了，起了休息。这个是波罗特饮，就是用巴黎水加上那个，不用村上龙的巴黎水，这个联名款做的这个特饮。尝尝是不是跟普通的气泡水味道不一样？我有点帅哦，这车。那么这台车的话呢，刚刚听说是从上海那边开过来的，从上海开到广州这边。但是它这个车牌是北京的哦，应该是从北京开到上海的。不知道，好问题。但是就是这次这个联名那个杯子，不杯子，那个罐子倒挺好看的。是，我也有看到。是吧？因为它是印了那个村上龙那个花在上面。上个礼拜。哦。真的就是。一个人开这台车，然后换车，怎么可能？那是怎么样？那是怎么样换地方？摆车了。哦。来，原来是女人点的，原来还是跟我想象的一样。看一下里面。就是 Miniwan 的卡。啊，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拍立得哦。是啊，就是上每到一个城市，然后留了一些拍立得的。哎，你看还有那个滑板，那我又不上电动。阿叔超帅，干嘛挡我啊？阿叔帮阿姨拍照，这就跟我跟你拍，我帮你拍差不多。今天晚上吃从广西拿回来的我爸爸这个捞粉白斩鸭，这个鸭子巨好吃，然后这个是酸的姜丝。沙羹包炒西皮啊！你应该说欢迎来到哪里？欢迎来到，欢迎来到五一吃吃吃的 vlog。欢迎来到五一吃吃吃的 vlog。欢迎来到五一吃吃吃的 vlog。vlog。9.9的特价汤，来。是什么汤？节瓜包鸡梗。萝卜包鸡。
三椒炒扇片，三椒炒扇片。哎呦！那个瓦萨比。哇，我第一次吃冰镇的哦。冰镇黄鳝。我觉得这个应该。我拿一个里面的。肯定不是啊，我觉得都好吃。然后，粘住了，沾了一个芥末。这芥末呀。嗯。那你还沾这么多？爽。哇、哦。怎么样？这很爽，超级好吃。这个就很好，这是炒的吧？对，三椒，买了三椒了。这个是炒的，这个炒的，这个锥的，这冰镇，冰镇。我给你炸一个。它这个肉超级的弹，跟咱们吃那个煲仔饭里面那个完全不一样。不同价格。这家店现在外面都是人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打车回家，因为今天我爸出来喝酒，所以我们没有喝，好吧，所以我们没有开车。各位记住了，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别开车。我们下一幕再见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？那这双鞋子的话呢，我自己确实是很喜欢 Babestar 啊，然后各位也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啊。我有买过不同种类的 Babe 的鞋子，包括什么帆布鞋啊，这个鞋啊那个鞋啊，你们都可以翻看我以前的视频，甚至还有一些我还没拍视频的，也欢迎各位呢在这个评论区和弹幕给我多留言。如果你喜欢看这类型的视频的话呢，是里面会多拍。那么下期视频你想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，或者是你想看哪一位朋友在史蒂芬的视频里面出现呢，都可以跟我说。那么如果我能够联系到他的话，或者是我身边有哪位朋友你很想看他上视频啊，或者是很想看史蒂芬跟他玩，跟他一起聊天哦，都可以。那么欢迎各位踊跃留言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各位聊到这一双我新买的鞋子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